大家好，我是立夏。这个阳台花园已经设计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动手做啦。先来整这个地面，因为这个地方被前房东改造成了一个小房间，所以他把这里抬高了，然后地面铺了这个木地板。如果我在这里养花的话，经常要喷水增湿或者是浇水之类的，那么对这个地板就不好，而且可能水会渗下去。如果把这个地板全部换掉的话，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就是在这个地板上面再铺一层东西。铺什么好呢？我找了很久，找到了这个地板贴纸。虽然它叫贴纸，其实它不是纸，它是一种 PVC 的材质。这种材质的话，防水耐磨，非常的好打理。关键是大家看，它印了这种一个条纹的，跟这个木地板非常的接近，很漂亮。现在就把它贴下去。我先把这上面的东西搬走。不管在哪里都是乌烟瘴气，我不怕世界笑我瞎清醒，找一种方法生活在大城市。哦，白天听过我讨厌的消息，至少睡觉之前听我喜欢的事。不管在何时都是盈盈利益，我不要世界叫我小聪明，找一种语言回答所有大问题。常常渴望放一个短假期，不如捧上阳光君观满天秀景。也许简单就是已经铺好了，是不是还不错？现在就用这个双面胶把它四周固定一下。四周已经用这个双面胶纸给它粘好了，这样这个地板就搞定了。那就还有这一面墙了，因为这个墙上它贴的是这个壁纸，如果我经常喷水喷到这上面的话，容易发霉不好看，所以也要给它贴一层这个防水的东西上去。贴什么好呢？我找到了这个东西，大家看，这是不是像这个石头堆砌起来一样，有这种立体的效果，应该跟这个花园比较的配。现在就把它贴上去。贴好一块了。多久没深呼吸，我抬起头来就可以爱自然爱自由，多久没爱自己，像浪漫像美丽，难道只是青春的事。这里有一个这个电灯开关了，现在要把它给割出来。还剩这一面墙没有贴，因为当初计算的时候没有计算到这一面墙会贴，所以买的这个墙纸不够，还差一大截，还得继续买一卷过来。大家看，这个效果还不错吧，有这种立体的感觉，反正我是非常的喜欢。这个地面加这个墙面的改造总共花了不到100块钱，你们觉得好不好看，值不值？接下来就把这上面的花架给装好。